10.2.3 实赞，采集音频素材。下面用实例来具体介绍如何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录音机采集音频素材。单击任务栏中的开始按钮，执行所有程序，附件，录音机命令。执行录音机命令之后，弹出了录音机对话框。单击录音机对话框中的开始录制按钮，录音机将自动录制从麦克风中传来的信息。测试录音，当录音结束时，单击停止录制按钮，弹出另存为对话框，为录制的音频文件设置一个名称和存储的位置，最后单击保存按钮，完成音频的录制。实赞采集音频素材的讲解到此结束。